一，卧室衣柜没做到底，时间久了常灰常蟑螂。做到底衣柜，远离卫生死角。二，衣柜离床太近，衣柜门打不开。如果是平开门衣柜，床与衣柜的距离最少要90公分。空间不够，首选推拉门衣柜，不占空间。三，为了好看，只装了一层浅色薄窗帘，遮光性太弱，早上叫醒你的不是闹钟，而是太阳。用一浅一深双层窗帘，遮光性有保障，满觉睡到天荒地老。四，卧室装了大主灯，一打开就亮瞎眼，躺在床上没法看书玩手机。建议装辅助灯光，温馨又不刺眼。五，床头两边一定要装双控开关，不然躺好了还要下床关灯，再摸黑上床。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，还有打开小叮当。